嗱，关于冬奥咧，可以牵连到三件事噶。咁第一件事咧，就中国奥运闭幕啦。咁中国金牌榜咧，就啱啱赢美国一面啦。咁但系呢个一面咧，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噶。个关键人物就谷爱凌啊。有人咧，中国咧而家九面金牌啦，美国八面。如果计个奖牌总数咧，美国多过中国嘅。不过咧，中国咧就金牌咧啱啱多过美国一面。咁因为中国排金牌榜咧，就系用金牌排嘅，就唔系用金银铜加埋嘅总数排嘅。咁但系咧，好特别嘅情况咧，就系谷爱凌咧，就系咧喺金牌榜当中咧，为中国贡献咗两金一银。嗱，如果谷爱凌唔代表中国咧，代表翻美国咧，咁美国咧就会反超前中国噶啦。咁咧就啱啱反超前中国一面金牌啦。咁另一方面咧，谷爱凌咧亦都特别。嗱，美国咧亦都咧就觉得谷爱凌啊根本冇退去美国嘅国籍噶。咁美國係唔可以容許，美國同中國都唔可以容許雙重國籍啊！咁即係話咧，如果谷愛凌係繼續代表中國嘅咧，佢需要咧就係必須要退去美國籍。咁但係咧，佢仲有好多咧，就算美國咧有啲官司要面對添啦。咁所以谷愛凌已經決定咗噶啦。咁喺奧運之後咧，佢會翻美國繼續發展。咁即係話咧，嗱，依一個臨時性可以講係完全臨時。咁咧，谷愛凌咧只係臨時咧喺中國咧參加一屆奧運。只系依一个月时间啫，咁跟住佢就会代表翻美国，会翻美国添嘅。咁嗱，就嗰个本身美国亦都原来咧，嗰个家庭咧都几富裕，同埋咧间屋都一万尺嘅。咁嗱，依一件事咧系其中一个奥运嘅一个其中一个亮点啦。因为谷爱凌好特别啊，佢虽然系咁嘅情况啦，佢虽然都话咗咧会翻美国，咁但系喺中国大陆咧，佢仍然受欢迎嘅。咁喺奥运期间啦，咁有变另一件咩事咧？系冚过咗或者咧盖过咗奥运。如果你叫铁链女咧，咁喺香港咧就或者中国大陆咁叫八孩之母啊，即系话咧系八个细路仔嘅妈妈。咁咧佢原来咧就系被咧虐待，被铁链锁住。咁当时封院咧就否认件事啦，就话咧佢锁住系另一啲原因啦。咁啊，作古仔啦，简单讲。咁嗱，今次件事咧慢慢发酵咧，结果都冚唔住啦。咁咧就冚唔住个过程里边咧，咁而家咧正式调查。咁咧就係、是、甚至咧就係、是、官媒咧就話會將會有人咧就係、是、會咧繼續咧就係、是、落鑊㗎啦。咁但係啦，同一時間啊，佢嘅封院咧係隸屬於徐州啊。咁徐州咧又係一個咧就好似話文明定幸福城市嗱，呢、这個真係非常之打咗一巴。咁咧徐州係有個咁嘅封院嘅八孩之母嘅事件，醜聞嚟嘅，肯定係醜聞嚟㗎啦，係虐待嚟㗎啦。咁不呢個就嚟自咧民間之間嘅一啲咧，可能係又話某個家庭嘅個別事件啊。但係呢一件事咧喺處理方面咧就出咗問題啦，咁咧就將件事扭曲，將件事咧硬硬扭曲成另一個咧嘅古仔。咁呢一個處理咧就可以見到封縣同埋徐州咧係處理到得不當。咁但係咧就徐州因為咁樣咧，唔係因為咁啊，除咗另一方面咧又被選為一個幸福城市嗱，呢一個咧真係好大諷刺。呢件事咧喺國內都引起一個幾大嘅一個咧就反響同埋幾大嘅一個咧關注。咁亦都喺奧運期間咧係其中一個值得關注，亦都係好多人關注嘅事件嚟。咁另外奧運而家閉幕啦，咁而家好似進行緊閉幕禮嘅。咁閉幕嘅時候咧，咁咧亦都代表住咧嗱，而家大概香港時間係十點鐘嘅夜晚。咁亦都係大概烏克蘭時間嘅，大概係俄羅斯烏克蘭時間，大概四點鐘啦，三點零四點鐘或者五點鐘之間啦。嗱，當呢個北京奧運閉幕完之後咧，亦都即係話咧就係喺烏克蘭或者俄羅斯東部咧，俄羅斯西部或者烏克蘭咧係踏入咧就係二十號，咁咧就係嘅呢個夜晚啦嘅時候咧，嗱唔知會唔會真係出現戰爭啊？嗱，因為俄羅斯咧都幾明顯咧係好多好多蛛絲馬跡，好多跡象見到咧係個戰爭已經去到邊緣㗎啦。嗱，眾所周知好多人覺得咧普京靠客嘅，係唔會打仗嘅，咁咧好多人咁樣講啦。但係實際就情況唔係咁啊，因為喺頓巴斯地區咧，咁已經有咧大概七十萬咧係要撤僑咧，即係話咧由七十萬嘅本來嘅俄羅斯裔喺咧呢個盧甘斯克同埋喺呢個咧頓涅茨克嘅一啲咧，即係頓加斯地區嘅一啲咧，係俄羅斯裔嘅烏克蘭人咧係已經撤入去咧俄羅斯西部嘅一個咧就係羅斯托克地區。咁咧就嗰啲係苦如嚟嘅，剩翻留低嗰啲咧全部咧都係男人，都係戰士嚟㗎。咁而另一方面咧，俄羅斯嘅軍隊咧，亦都喺琴日，即係香港時間嘅大概咧係琴晚咧，咁咧就不斷咧做咗一啲咧就係幾刺激性嘅一啲咧演習，咁包括咗咧洲際導彈嘅試射啦、超音速導彈嘅試射啦，另外咧就係有圖95嘅一個軍炸機上邊試射導彈啦。嗱，呢啲就顯示咧，就係話咧，俄羅斯咧可能都係準備咧
系对咧乌克兰咧就总攻击噶啦。咁嗱，泽连斯基咧就而家咧个人咧就唔喺乌克兰，佢唔喺伊朗。嗱，有人之前咧就话咧佢根本就唔喺咧就是、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啦，已经去咗尼沃夫啦。尼沃夫咧就系、是、乌克兰嘅一个西部城市啦。咁而家咧佢琴日咧肯定确定咗啦，咁已经到咗咧慕尼克，就同咧欧洲领导人开会。咁实际上系正式会议嚟嘅。喺会议上边咧，佢话。佢都知道个危险情况啦，佢都唔能够唔应啦。嗱，之前咧佢一直就话咧美国讲嘅情况咧系黑人透明嘅，就唔系真事嚟嘅，狼来了嚟嘅。嗱，但系而家咧佢自己都话咧，每一开一枪或者每一个冲突咧都有机会引发全面战争噶啦。而佢咧就甚至咧公开话咧希望直接见普京去倾一倾呢件事。咁但系我睇普京咧都几明显。而咧就尤其是北约都几明显，北约咧肯定唔会应承咧继续东扩咧系停止噶啦，咁即系话咧佢冇办法咧系去满足俄罗斯嘅一个咧一个协议嘅要求，咁所以对俄罗斯嚟讲咧，可能咧佢会夹硬嚟，就将咧乌克兰嘅东部咧系纳入俄罗纳入一个独立共和国啦，咁而导致咧佢咧就永远咧就形成一个咧一个咧就系缓冲区，系保护咧俄罗斯咧唔会直接咧面对住北约嘅军队。另一方面咧，嚟喺俄罗斯喺试射洲际导弹嘅时候咧，普京隔离嗰个人，即系话普京喺一个咧战略室嗰度咧，系同另一个人咧一齐睇住咧试射导弹嘅。而嗰个人系边个咧？嗰个人咧就系咧白俄罗斯嘅领袖啊，白俄罗斯嘅总统啊。咁咧就系佢咧同普京一齐，咁呢啲几明显显示咧，俄罗斯可能会取道咧白俄罗斯，咁就向南咧去咧攻击。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咁所以咧就系、是、我谂人奥运闭幕噶啦，佢咧我哋跟住嘅之后几日咧，可能嘅情况咧会急转直下。咁咧对俄罗斯嚟讲咧，当然咧佢唔一定打，咁咧除非咧就不要俾到一个协议俾佢，或者俾到一个咧保护，俾一个咧就承诺俾佢，咁佢就唔使打啦。如果俾唔到嘅话咧，我相信咧个武力嘅机会系大嘅，因为对俄罗斯讲咧，俄罗斯嚟讲咧，依个 now or never 即系话一系而家，一系咧就以后唔做唔到噶啦。因为俄罗斯嘅国势咧系日渐衰弱嘅，咁咧而家咧可能系佢咧最好最好嘅时机嚟。系，故事，我喺度啊，佢个网有少少慢啊，真系唔好意思。OK， 唔紧要。嗯。系啦，咁而家香港嘅即系嗰边俄罗斯嗰边系咪用冇啲咩补充咧？系咪我哋而家讲翻香港呢边咧？可以讲翻香港呢边啦，不如讲下香港，讲下疫情啦，好冇？嗱，喺近两个礼拜咧，香港人可以咁讲啊，都几惨住人寰嘅。咁而且咧，就直头去到咧，即系香港好似突然间咧，喺即系话一晚啊，或者短时间之内咧，突然间翻咗第三世界咁啊！咁咧就甚至我自己喺美加亲戚啦，咁咧我妈咪头先我翻去妈咪度食饭啦，咁妈咪都讲啊，咁就美加亲戚朋友咧都打嚟啊，咁咧就系过去个礼拜不断打嚟啊，佢哋见到新闻片，见到啲图片咧，见到香港竟然咧我话堕落到咧系啲老人家或者咧啲要医病嘅人咧，而喺医院出边嘅一个咧就露天地方度咧就聚集同埋瞓病床。咁咧，亦都见到咧咁多人排队，佢哋翻即系佢哋直头咧，每一个人都个同一个感觉啊，同一个讲法就系咧，点解香港突然间会堕落得咁紧要？咁我谂全部香港人都同一样理解啫。咁同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嗱，要睇医生嘅，要去急症室嘅人咧系越嚟越多嘅。咁但系点解咧？之前咧啲人咧系冇办法入到医院里边。咁但系咧，而家咧香港啱啱个冷风到咗，而家香港得七度嘅啫，即系香港市区得七度啫，系好冻。对香港人嚟讲系好冻，而且佢落紧雨啊，系湿冻啊，个体感咧，其实同我喺英国嗰时候嘅五度咧，四度嘅时候差唔多嘅啫，即系吹翻嚟咧，个面都系痛，冻到痛嘅，系好冻嘅。咁咧就系而家咧突然间冻咗啦，咁医管局咧就知衰啦，咁香港人都嘈得好紧要。咁佢突然间咧今日咧就琴晚啊，就将所有人咧推翻晒入室内。嗱，我又觉得奇怪啦。你如果既然系可以做得到嘅，咁点解之前做唔到咧？系咪因为天气咧冻你先会做得到？天气唔冻嘅时候咧，或者冇咁冻嘅时候做唔到咧？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我自己咧睇咁多资料都觉得怀疑。咁咧就过去嗰四日咧系好多人死啊。咁咧就系平均每日都十几人，今日都14个。咁咧就最高峰前日咧25个。咁啊前日嗰25个咧系补翻。之前咧有9个咧，有10几个咧，佢系未报嘅，咁即系话之前有啲隐瞒啦。咁嗱，呢啲人突然间呢几日突然间咁多人死咧，有啲人咧
或者有啲舆论咧系有啲怀疑嘅，个死因其实系咪真系咧系因为个疫情而咧令到一个好强烈嘅并发症啊？定系因为咧就有咗并发症之后，佢哋去到咧急症室，咁结果咧就俾人咧就抌咗去街度，咁咧就结果咧冻亲啊，或者咧就系、是、或者个心理状况唔好啊，咁嚟导致咧佢出现咗一啲严重嘅并发症而死咧。咁即系话咧，可能如果我哋本来咧系俾佢一个足够嘅治疗及早医治咧，可能呢啲人系唔使就咁走咗去。咁咧就一个咧就令人觉得咧就系香港政府或者卫生防护中心系咪应该咧去交代清楚每一个人系点样死咗死因咧？嗱，暂时佢哋唔肯交代，只系公布数字嘅啫，佢哋都唔肯再交代细节噶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系真系令到人哋觉得咧就即系惨噶。但如果佢琴晚开始咧就抌拱翻晒啲人咧入去咧室内啦，咁咧就可能有足够嘅照顾啦，好少少嘅照顾啦。咁如果真系咧，喺嚟紧今日就有14个人啦，咁因为可能之前嘅一个咧就系嘅 consequence， 咁如果喺未来嗰两三日咧啲人数死亡嘅人数下降咧，咁就可以见到咧其中一个特别现象咧，就可能抌啲人喺街咧，或者抌啲人喺个露天地方咧，系事实上可以令到咧个死亡率增加。咁但系当然而家我哋冇数据讲，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都呼吁咗几次噶啦。咁其实医管局咧系应该要喺附近嘅社区会堂啦，或者体育馆啦，或者一啲会堂啦，咁就揾一啲咧适当的地方咧做一个分流工作。嗱，而家既然咧系喺入到急症室咧，系个急症室已经爆满噶啦，或者你根本都冇办法咧系接到咁多症噶啦。咁咧第一个咧，医管局应该 call 翻咧而家啲私家医生，因为而家啲私家医生咧其实系本身咧系经过咧公营系统嘅训练先可以执业嘅。咁咧我哋会唔会叫翻佢咧系服务翻社会？咁咧就揾翻啲私家医生帮手做义工，咁咧就可以咧就去个分流中心度。如果分流中心咧唔一定设喺急症室出边嘅，可以咧设喺咧体育馆，咁嚟足够嘅车辆咧去做连接。咁咧去咗分流中心度，跟住个分流中心觉得紧急，我哋即刻车入医院。如果觉得冇咁紧急嘅，可以喺分流中心等，因为等亲都紧咧20几30个钟计嘅。咁就喺分流中心度等，等佢室内地方有足够嘅暖气供应，有足够医疗，有足够嘅药物。咁等佢哋咧就保障佢哋生命，同埋令到佢哋住得舒服啲、舒适啲。咁咧呢一个可能系一个咧就方法，就从情况同方舱医院冇分别嘅啫，即系体育馆或者喺呢个亚洲博览馆里边咧，系间咗屏风而有啲。一啲咧，即系冇天花嘅病房啦，咁其实情况都冇乜分别，咁咧就希望香港政府或者医管局咧，去尽快搞好呢件事啦。咁好啦，另一方面咧，今日咧就系就算七度咧，大家都要仍然接受强检，咁即系话咧，强制检测咧仍然要喺街度咧系排队去采样去做检测，咁呢一个咧嘅情况就好唔理想，因为咧而家香港人都觉得咧。就算检测咗之后阳性，第一个咧个数据或者个信息咧，系原来要检测之后咧4至5日先攞到。咁即系话咧阳性嘅，仲系唔系话咧仲要卫生署确诊你？因为阳性之后咧，咁咧就系个检测机构要将你嘅样板咧去俾香港政府再去复核。香港政府又要用咧1-2日或者甚至2-3日做复核。嗱，结果咧成个历程咧搞一个礼拜出嚟。咁大家都知啦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咧，佢起得快都退得快。咁这个流程可能5日到咧，佢已经咧就系个症状消退，亦都已经可能康复噶啦。即系话咧，身体嘅一个咧嘅天然抗体咧，都可以抵挡到佢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政府喺个检测度，呢个强制检测度咧，系拖太耐时间咧，根本就冇乜意思。好啦，就算你确诊咗，咁原来政府咧都冇办法咧安排到你隔离。咁咧原因就因为隔离嘅病床唔够，或者医疗病床都唔够。咁而家政府又冇一个好好公布，即系冇一个详细嘅数据或者咧就资料公布俾香港人。究竟如果你确诊咗，或者咧就系个检验确诊咗，或者检验阳性嘅卫生署未确诊嘅，或者检验阳性嘅卫生署确诊埋，冇人揾你，冇人理你，咁你应该点做咧？而家香港政府原来冇资料啊！呢方面咧个情况好唔理想。咁跟住我哋见到咧就系林郑娥咧。喺星期琴日啦，咁就同大陸嘅專家啦，同埋咧就中國建築啦，咁就喺大嶼山嘅竹篙灣啦，咁就做一個典禮，咁就將佢啟德同埋竹篙灣咧嘅空地度咧起一個咧方艙醫院，咁咧就盡快起出嚟，咁希望咧總共可以加到咧10,000个咧病床俾香港人咧去醫治。嗱夠唔夠咧？我覺得唔夠，因為而家咁樣搞法咧，而家基本上啲病嘅即係確診咗嘅人咧，係將會留喺社區。一般嘅一個青壯人士咧，即係話咧可能喺10几岁去到60几岁咧，其实都自己好翻。
可能就好少事嘅。但个问题在于咧，就系而家我哋因为确诊嘅人咧，系冇办法隔离。咁咧，我哋就去到翻屋企，咁咧就去到家居隔离。嗱，家居隔离咧，如果啊隔离得好嘅，就冇事啦。隔离得唔好嘅，就会惹到家居里边其他家人。嗱，如果其香港人一般咧，都个住宅里边咧，就住好多人都好逼嘅。咁如果里边咧系有啲小朋友，个小朋友去到几岁嘅啫，或者几岁以下嘅，甚至初出生嘅，又或者咧成年人当中咧有啲老人家系咧系已经系八九十岁嘅啦，咁咧仲要长期病患嘅。嗱，呢两种人咧，即系话如果家庭里边有呢两种人咧，就好阴功啦。咁咧即系话咧，佢哋本来咧就冇乜风险去咧感染嘅，因为咧个家人都唔会俾佢出街，都唔会带佢出街啦。但系就因为可能一个家人感染咗，但系政府又唔俾佢咧就去隔离。嗱，结果呢个家人咧系焗住喺屋企里边咧，就算佢病埋喺嗰一角度啊，嗱，唔系个个有一间房嘅香港，唔系个一个人一间房。咁如果冇一间房嘅话咧，如果病喺一角度，甚至去完之后早去刷牙，甚至咧冲完凉。佢嘅一啲咧就係個生物嘅一啲特徵留咗喺度，譬如刷牙啦，就咁簡單。個牙刷咧，原來咧帶咗佢咧啲口水嘅。咁原來咧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同其他牙刷碰埋咧，可能都會感染到。嗱，如果嗱當然唔希望人與人之間感染，亦都唔希望咧係因為咁樣咧夾硬咧將個疫情咧推到咁高。咁但係如果感染咗一啲細路仔，或者感染咗一啲好老嘅老人家，而當中佢哋有長期病患嘅話咧。嗱，依個就危險嘅，亦都對醫管局嘅能力咧，即係話個醫療能力咧，係產生更加大嘅衝擊嘅。咁咧，到時嗰10,000張方艙，或者咧，甚至乎咧再多嘅，都未必夠用。咁咧就尤其是 ICU 啦，甚至咧民氧氣氧氣機咧，究竟夠唔夠咧？全部好似咧，香港政府咧一講就話中國大陸嚟幫手咧，好似咧最初嗰日，即係李家超喺上個星期六咧。去完深圳开完会落嚟留意开个记者招待会。跟住去星期日当然林郑月娥推返佢呢有人事有啲斗争啦。而跟住星期一呢当时星期一呢就是起码就出咗商经局啊邱腾华啦一个都系陈积志啦即系话呢就系个民政事务局啦。咁呢都出嚟见下记者咁开记者招待会。咁但係跟住呢好似又突然间咧，又慢翻晒落嚟。香港政府咧，突然间去躺平咗咁样，去等咧就系北京你话你落嚟啊嘛，咁等呢人嚟话事咯，等呢人去睇下点处理咯。好似行咗香港政府咧，系更加躺平咗咁样。咁呢个令人真系好费，即系非常之咧就愤怒。咁不如都趁呢个机会呼吁下啦，特别呼吁下啦。咁大家咧，如果入到医院咧，通常有一个夹手指嘅，一个咧就系好似夹咁嘅嘢，咁咧就系会夹住呢个手指，冇薄线嘅。嗰个咧原来咧就度脉搏同埋度咧血含氧量。即是咧就系度咧，大家嘅血含氧量咧，原来好重要。嗱，原来英国咧，佢 NHS 咧话俾大家听，咁咧原来血含氧量当中咧，如果你系95度去到100度啦吓，咁咧就系高嘅，即系90几度，接近100嘅，越接近100嘅咧，你嘅血含氧量越高咧，你嘅身体状况越好嘅。咁但系如果一路向下跌，跌到去95咧，已经系 borderline 嚟噶啦。如果去一跌到94字咧，咁原来你就需要去求诊噶啦，需要揾医生噶啦，要医生帮手睇一睇咧，你究竟身体有咩状况。跟住如果进一步跌到落去92咧，咁直头系有危机噶啦，你必须要咧即刻入医院噶啦，必须咧就系接受治疗啦。咁啊，唔系净系咧睇医生咁简单啦，要去急症室度咧接受治疗，因为呢条生命咧。可能都冇保障，咁嗱，原来呢一个咁重要嘅信息咧，香港政府都系冇话俾大家听。咁但系我睇翻咧，原来除咗英国之外咧，原来个个政府都有讲嘅，即系话当如果你确诊，如果政府冇办法送你去咧，即系隔离中心，或者冇办法暂时咧俾到足够医治你啦，喺外国更加添啦，因为咧住得好偏远，好多人都咁啊点做咧？话住咧啲医院好远嘅，佢自己就夹一夹个手指，咁睇一睇个血含氧量。嗱，如果血含氧量喺95以上咧。越接近100咁就越安全，越接近95、94咧，就越去到咧要 monitor 住，不断咧要去咧自己睇住啦。咁就算你食咗 Panadol， 就算咧个 Panadol 咧，佢如果好似咧就冇乜感觉，冇乜事，咁但系你夹手指嘅时候，如果血溶含氧量咧系跌到得94，
甚至92，咁你必须就一定要去睇医生或者入咧急症室噶啦。咁咧就呢一个咧就呼吁翻大家咧，嗱呢一啲就系咧，我相信香港人咧希望喺香港政府嘅卫生防护中心喺四点半嘅记者会咧，系应该要好清晰话到俾香港人听，甚至一个网站好简单、好清晰嘅指引，佢哋嘅香港人咧，如果确诊咗之后要点做？亦都咧，事实上我太太有个同事咧都好激气嘅，因为佢老公咧就确诊咗，嗱佢老公最初咧。就係用咧，就喺個檢測站度、檢測中心度咧，就係檢測到係陽性。咁跟住咧，就係佢自己翻屋企咧，要買啲咧，就係嗰啲測試劑翻嚟啦，即係話呢嗰啲快速測試咧，亦都係一路檢到陽性。但係遲遲咧，政府咧就冇確定咧佢確診。好啦，佢好似確診埋啦，咁咧就係結果咧。都系冇人揾佢，冇人送佢隔离中心，系叫佢自己家居隔离。嗱，佢咧有个仔仔，有一个老婆。嗱，结果三口子咧喺今朝咧都确诊埋啦。咁咧，我哋咧将啲快速测试剂都俾咗佢哋屋企。咁咧，佢哋琴晚试咧都仲系未嘅。咁今朝试咧就系、是、三口子咧都系两条线都系确诊咗。嗱，依啲几无即系几无辜咧。个问题就在于咧就系、是、原来咧第一。就係、是、咧，原來佢哋確診嘅過程裏面咧，就係都幾磨幾折磨。而確診咗之後咧，政府係乜都唔做，躺平噶，叫佢自己家居隔離啦。咁跟住咧，亦都隔離完之後啦，咁隔離過程裏面咧，原來都染埋自己屋企人，屋企人當中仲有個細路仔添。咁佢哋當然好緊張啦。咁我哋話俾聽，喂，你可以即刻買一個咧，就係度住手指嘅一個血含氧量機，睇住含氧量。咁咧就如果含氧量低嘅，你一定要入医院或者一定要揾医生噶啦。如果含氧量高嘅，咩叫低咧？你当94系个 borderline 啦，95系 borderline 啦，低嗰个数一定要去揾，越揾医生噶，越低就越要紧张噶啦。去到92咧，就系生命危险，一定要救伤车噶啦。又或者如果系长期高偏高嘅咧，都仲系安全嘅。咁你仲可以家居隔离啦，食啲 panadol 啦，休息多啲啦咁咯。嗱，呢一啲咧就系香港政府咧做得非常之唔好噶啦。成个疫情咧喺抵挡嘅疫情已经做得唔好噶啦。咁跟住咧，系上个礼拜咧，六李家超咧见完咧就系、是、呢个咧就系港澳办副主任啦，同埋卫健委啊咁啦，开完会翻落嚟咧，有一个人手安排，跟住咧又出现权斗啦。林郑月娥星期日咧又反转佢啦，就将阿邓炳强掟走，又摆翻咧陈肇始落嚟，咁又摆埋咧佢条僆阿黄伟纶落嚟。嗱，结果咧就系、是、可以见到咧，香港政府净系识得争权嘅啫。咁但系实际做实质嘢咧，跟住成个礼拜。是冇乜点实质嘢做过，是冇见到任何一个咧好显著，同埋咧就好明显嘅改进。咁呢个就系香港而家目前疫情嘅状况啦。可以咁讲，香港人咧已经系咧个寒日好严寒嘅，而家系湿冻好冻。香港喺个冻嘅期间咧，亦都感受到咧系好无助。咁咧就系、是、嗱，国内咧有专家落嚟啦，嗰啲专家咧似乎又唔系全部专家嚟噶，因为好多咧个面前面孔见到好后生嘅，咁原来咧佢有啲系采样大队嚟，佢话咧个采样好快嘅，咁咧就系、是、其实点解连采样都要落埋嚟咧？系咪香港政府其实都要动员啦？香港而家咧失业嘅人，香港好多人失紧业，亦都好多人咧其实开工不足，甚至好多人咧原来系退休医护嚟嘅，佢都有一定嘅医疗常识。可以帮到香港抗疫嘅，点解香港政府到而家咧都冇招义工嘅咧？冇招，甚至乎咧唔好话义工啊，你俾翻啲居马费都应该。香港政府系招一啲咧就系、是、退休公务员，390蚊个钟去做呢一个围风。咁但系咧就是、香港好多人失业，香港政府就唔理。咁呢一啲好似咧香港政府做嘅嘢咧，始终咧都系令到香港市民咧觉得咧好遥远，同埋咧就好似咧同我哋咧就非常之咧就系、是、对我哋非常之差咁样。即系正如阿潘生讲，而家就大陆嘅人落到香港，已经喺度起紧一啲隔离嘅措施。咁而家有啲中药咧，已经就运咗喺香港啦。都见到香港政府嘅高官咧，就话有一啲说话啊，好似邀腾话今日啊，虽然冻咧，就感到温暖啊，因为中央就送啲中药这个字好难讲啊，到香港啦。林郑月娥就系见到中央嘅抗疫物资源源不绝来到香港中心港籍，中央接受我嘅请求，很有信心打赢呢一场抗疫战啦。李家超就话中央支持大大提升检测嘅能力，最好咧立志清零。咁而家系啊，见到夏宝龙咧就系深圳主持呢个抗疫嘅会议啦。咁而家就佢讲嘅统一部署啦，咁而家系咪真系香港政府就系
抗疫嘅措施，其实而家嘅权力就交咗俾中央嗰边啦。嗱，我谂咁讲啦，都几明显嘅。香港政府咧喺成件事上本身孭咗锅啊嘛，搞到好大件事啦。咁咧就嗱，个大件事咧就系都唔知，我哋香港人都系唔系好明嘅。咁啊，总之就系而家咧，哦，搞唔掂啦，咁要揾中央帮手啦。嗱，中央帮手咧，佢系帮，咁佢咧就落咗嚟上面开会啦，亦都落咗好多人落嚟啦。咁似乎咧就系香港政府要乜嘅，又或者咧就成班专家谂到要乜嘅，咁佢哋会俾乜你啦？咁咧就连中药都落埋嚟啦，咁可能下个星期咧系断一货柜一货柜嘅一个咧就测试剂又落埋嚟啊，又或者咧甚至乎咧你要夹手指嘅一个咧就血嘅一个咧就血氧计咧，可能都俾埋我哋。嗱，希望系咁啦。咁咧就第一个物资供应咧，我即系当然啦，香港人无妨嘅，你俾物资我哋梗系要啦。咁但系究竟我哋点样可以令到香港可以战胜嘅疫情咧？即系话而家我哋第一个谂法。就系咧，成个医管局咧，香港个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咗噶啦。咁如果你话而家先至起火人山医院咧，系太迟噶啦。咁咧，我点样可以令到香港人可以隔离咧？嗱，有啲人家人唔系愿意咧，就系话确诊之后同屋企人即系住噶，因为佢知道咧咁样会感染家人咧，系唔系好事嚟嘅。咁佢都愿意去隔离嘅，但系你冇隔离设施咁点咧？点解啲酒店而家拖拖拉拉咧？点解你唔用邮轮咧？点解你喺公屋度咧？你话黄山第一处第七座？同埋咧就系呢个咧就系丽角村，点解你唔用咧？嗱，而家嘅情况就系咧，而家香港政府讲就系慢，讲就讲出嚟，但系好慢，同埋好似喺度乜都等中央咁。但系我哋唔系等中央嘛。如果你唔隔离啲人咧，我哋只会咧就有排都到唔到个高峰噶。因为而家咧啲人咧互相感染紧咧，系越嚟越多人感染到，社区里边咧可能断万条、断二万条、断三万条嘅传播链喺度。个问题就系咧。如果香港政府尽唔尽快解决呢件事咧，尽快令到咧确诊人佢可以咧去到咧就隔离，咁佢根本揿唔住个疫情，咁有排都去唔到嗰、那个个高峰。咁跟住啦，你话佢够检测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又觉得好怀疑。你检测咗即系证明佢抗原阳性啫，咁但系你又冇设施去医治佢或者去隔离佢，咁结果咧佢嘅阳性咧，只要社区继续蔓延。咁即系话咧，就算我哋检测咗三月初检测第一轮，有咗一个全民检测啦，我当香港人所有人咧都非常配合咁做咗啦，吓喺三月初开始做完之后第一个礼拜，我哋有咗条数字，哦吓死人啦！原来三十万个人咧系确诊嘅，咁啊点咧？嗱，你只会话跟住我即刻做第二次，咁但系个三十万人点咧？系咪等佢咧睇一睇佢系咪自己好翻，定系呢个数越嚟越多咧？做到第三次，如果每一次多过一次。咁啊点咧？系咪再做第四、第五、第六次，做到佢咧就停为止咧？系咪即系咁啊？即系个病等个病毒自己好翻为止，或者等个病毒自己咧去摧毁自己为止，同新加坡冇分别噶，同病毒共存冇分别噶。咁你要俾人睇到你咩叫动态清零？你点样可以令到香港人咧展现到动态清零嗰种咧就系优越性？咁咧就可以令到香港嘅疫情咧减低，唔系净系咧你而家超所讲咧系足够检测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中间仲要配套咧，系有隔离啦、医疗啦、通讯啦，或者咧甚至一啲咧就恒常要供香港人知嘅信息。咁呢啲全部香港政府都做得非常之差，可以咁睇啦。就希望佢喺未来几日有脱胎换骨嘅表现。咁咧就如果冇嘅话咧，咁其实个疫情咧有排都唔到高峰嘅。咁结果咧就疫情会拖好耐。其实我想关注一下就系中央俾嗰啲物资，香港政府使唔使俾钱啊，潘生？唔知嘅真系唔知啊！我怀疑你要嘅，即系冇免费，因为咧而家啲物资咧都系嚟自一啲私人机构嘅，嗰啲私人机构咧唔会唔出单俾你嘅。等于香港而家咧征用嘅酒店啊，咁原来咧个酒店嘅嗱，这个要闹咗远东集团嘅。原来如果随便我讲错啦，如果讲啱嘅话咧，远东集团应该出嚟解释一下啦。嗱，佢嗰边海景私丽酒店即系荃湾嗰间咧，平时间房几百蚊嘅啫，系嗰啲啊几百蚊，即系将人租啲情侣租嚟用嗰啲房嚟嘅啫。几百蚊嘅房嚟嘅啫，咁咧，但系咧，原来佢租俾香港政府做抗疫酒店咧，系收1600蚊，比平时咧个价钱高好多，高几倍。呢个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佢发死难财，发呢个国难财。咁如果我哋抗疫物资一样道理啦，香港政府原来征用酒店嘅字咧，讲得好听嘅征用，或者嗰啲发展商咧就系话咧，我贡献啲酒店俾你用。但原来咧，佢系收翻你平时比起个酒店用嘅一个咧，就系个租金咧，仲要几倍价钱，仲要个条款咧，唔知系咪咧，就全部酒店房唔理你用唔用都要俾钱，唔知系咪咁。嗱，结果咧，香港嘅钱咧，个库房钱不断掉出去。嗱，而中国大陆嘅物资咧，
都是嚟自私人机构嘅，譬如今日嗰啲药咧，个咩血咩，今次唔系莲花，系金花清，唔知金花清瘟丸系咪啊？都系清瘟嘅，不过就唔系咧用莲花，系用金花。咁但系依一个咧，系连架车都卖埋广告噶啦，佢卖埋广告，个官员企埋喺个车面前卖广告，电视影晒出嚟啦。咁跟住官员讲埋广东话多谢佢啦。但系呢个私人机构嚟噶，佢嗰啲物资系免费啊，定系其实香港政府系要俾钱买，定系俾咗市价更加高嘅钱买嘅咧？嗱，呢个其实香港政府咧系一直唔交代，系最尾啦，佢哋中期审计时候，啲话俾大家听咧，我用咗2000亿啫，冇几多。嗱，呢个就情况就希望唔系咁咯，但系咧希望咧香港政府咧喺每一条数上边咧，每一个细节上边咧讲多啲俾香港人听。嗱，而家佢唔系冇一个记者招待会噶。佢4:30咧有一个卫生防护中心将军嘅记者招待会，但喺记者招待会里边咧，其实开始咧已经去到咧好嘅行尸走肉噶啦。咁而家咧个疫情里边太多啦，唔逐个讲啦。咁基本上咧就系将军坐喺度咧都冇咗嗰个解释疫情嘅状况。咁跟住咧佢嗱官员就唔系好同嘅，官员咧就系卫生署或者咧医管局啲官员咧系同之前唔同咗噶啦，系答多咗好多问题噶啦。但系咧我哋可能唔系要咁样嘛。我哋要一个咧，就系香港政府话到俾我哋听，而家系咩状况，我哋跟住点做，边啲要注意嘅，或者咧要加喺隔离嘅话咧，我哋系咪应该度血含氧量？如果你冇个机仔，香港政府系咪寄俾我哋？又或者咧，我哋咧要冇一个个人嘅测试剂，咁样香港政府系寄俾我哋？又或者咧，我哋唔够 Panadol， 咁咧系咪香港政府寄俾我哋？嗱，呢啲反而系香港人想知，但系咧到而家咧冇乜信息嘅嘢咯。嗯，即系而家就举个简单例子啦。如果是一个香港人在家里咳，他感冒，他怀疑自己中了招，那他可以怎么做呢？他去哪里检测呢？就算他如果找到一个地方去检测，正如潘先生说的，可能几天之后才有结果，他初步确诊了，他就可以被香港政府去重新再检一次。那这个时间要这么长，那如果他一是他自己就好翻，真的好啦。咁佢呢个好翻呢个过程中，会唔会要传染俾其他嘅香港人呢？其实成个过程嗰个信息又唔清晰，香港市民其实又唔知点做。好似如果我假如我咳嗽，我咳真系，梗系我想知道我自己有冇事，跟住冇传染俾屋企人，冇传染俾其他嘅香港人朋友。咁其实佢哋自己系无所适从，唔知点样做。咁而家我自己讲你咁样啱唔啱？其实潘生。你啱啊，你好啱添，掌握得好好啊！而家问题就系香港政府咧冇一个足够资讯。就算我哋咳、发烧或者喉咙上呼吸道感染，我哋觉得有危机啦。香港人咧系咪要决定落去咧，就系强检中心度排队咧？一排可能排个几钟。咁咧问题就在于咧，系就算我哋愿意来排，或者嗰个强检中心咁啱咁巧咧，系有一个咧电子程式系排飞嘅。咁虽然排得耐，不过咧我都喺附近等，就唔需要咧喺嗰里边咁辛苦。就算系咁都好啦。个问题就系你排完队检完测之后咧，原来咧你嘅结果咧，佢响得你电话咧都已经4日啦、5日啦。咁会唔会太迟咧？所以香港人而家咧就系扑一啲咧就系叫快速自我检测包，咁咧就自己做检测，咁望住自己有冇咧真系有冇咧就系感染，咁咧就亦都好不幸啊！好多人咧即系望咗自己咧系咁检测完之后咧系感染嘅。好啦，咁当佢感染嘅时候咧，佢哋自然好紧张啦，系咪？咁咧就有一段说话咧就系咧喺个 YouTube 喺个 Facebook 喺个 WhatsApp 度流传，就系话啲医护咧闹啦，就系话咧，而家啲检测包废物嚟嘅，咁系多余嘅，我哋唔信嗰啲噶，你检测嚟唔好嚟，唔好嚟医院揾我哋，唔好快我哋，唔好嘥我哋时间。嗱、那个问题就在于咧，就系当大家检测完之后啦，咁政府原来冇一啲清楚嘅信息俾大家，你如果真系咧检测咗之后系阳性嘅，你应该点做？或者系仲有啲咩 condition 咧，大家应该注意嘅。嗱，原来英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咧，佢会教你度埋咧就个血含氧量。咁咧就系佢含氧量低咧，你就需要求医；唔高嘅话，你仍然可以自己家居隔离，尽量减少同家人咧接触。咁呢一个咧就系而家我哋香港面对问题啦。如果你真系有少少病症，你愿唔愿意内冒风险咧，系去咧就一个人群聚集嘅地方咧？去排队采样咧，嗱呢个可能咧就增加咗，本来系冇病咧，可能都增加咗感染风险。咁跟住即系做完个撩，即系再做完采样啦，原来都要4日咧至5日先有回收，即系先有咧个结果。咁其实我都好翻啦，又或者咧我都嗰呢4日过程里边咧，我都感染埋屋企人啦。咁即系话咧，
根本就是检测来呢都没有意思。咁呢就係呢一个就係而家香港人面对问题啦。就係、是、大家而家呢就係自己抢一啲嗰啲检测包高价。曾经呢就有啲不法嘅商人呢就炒到上200蚊嘅。咁而家跌返落去呢 ,80 蚊水平到啦。咁呢就係呢一个水平可能都仍然香港觉得接受嘅。咁但係可能应该仲要低啲，因为大陆出厂价係10蚊到嘅人民币。咁呢就叫嚟香港呢应该20零蚊㗎啫。咁但係而家咪炒嘛。咁所以呢就係逢系就算运输呀，就算呢就係物流啊，佢听到你运一啲咁嘅物资咧，佢都开你几倍价钱。咁每一取上嚟咧，哇个运费贵到乜嘢咁？嗱，成件事去睇咧，就系、是、全部一显示就系香港政府咧系失去个统筹，同埋失去咗咧预示同埋管理嘅能力。嗯，咁其实有啲做呢方面生意嘅人，其实呢个时候就真系发达，但系香港而家就受紧苦啦。其实我都几关注一下就财政预算案啦，就23号啦，真系阿陈茂波嘅财政预算案就出嚟啦。佢而家暂时见到佢嘅信息都见唔到要派糖嘅措施出嚟。嗱，佢咧就准备送劈屎俾香港市民。今次呢个财政预算案咧系用屎色啊，用泥嘅颜色。嗱，佢话因为系泥嚟嘅，咁咧泥咧就可以令到咧就一啲树木茁壮成长噶啦。不过而家系讲紧咧要几十年后啦。香港而家咧系要远，唔系要远水救近火，系要咧就近水救近火，要咧好贴近我哋嘅。所以陈茂波第一个咧，我觉得佢揀颜色啊，即系佢揀嗰个财政预算案个表面嘅颜色咧，系揀得唔系咁好。嗱，19年咧。是差嗰年咧，系用咗一个，又系用个啡色嘅，又系泥色噶。跟住而家今年咧，又系用泥色。咁2022年又用泥色。嗱，个问题就系用泥色啦，好似唔系好老泥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泥色其实另一个色就系、是、另一个代表就系屎嚟嘅，即系陈茂波做嘅屎俾大家，咁你死唔死咧？可能另一方面咧，就似乎如果大家预咗好多派糖咧，我谂都难噶啦。咁陈茂波嘅意思就系话咧，呢个泥嚟噶，即系话大家要储好根基，咁啊等咧将来咧有得食啲树木咧有得发芽成长，系将来啊，唔系而家。但系香港而家更加需要其实系钱啊，更加需要系水啊。咁最好系金色面，最好咧就系银色面，最好咧就系全部系代表水。而家香港咧就系五行欠水啊，咁就系香港咧喺做铺啦、做营业嘅，即系做咗大部分嘅生意嘅咧。都而家系雪上加斤、白上加斤噶啦，银根好紧。咁咧做生意人都知银根好紧嘅，而家香港。咁呢个情况咧就是、如果陈茂波冇办法谂到点样去帮香港系解决而家燃眉之急咧，你唔好讲预算，唔使讲同我哋讲预算。其实咧就香港嚟紧咧，肯定就会好多人咧失业，好多铺头执笠，好多咧就系、是、十缩九空嘅一个咧假日嘅店铺啦。咁呢个情况咧，如果持续嘅话咧，香港根本就冇机会咧翻山。咁咧，陈茂波应该喺个财政预算案度咧，系去有一个好好规划，去点样应对咧而家呢个情况。咁咧或者咧就系讲俾大家听咧，点样可以保证咧香港可以储住咧系基本法所讲深入理财嘅一个18个月嘅基本开支都系8000亿嘅资金。咁啊，陈茂波咧，我睇咧今次财政预算案咧，大家咧都唔需要太过咧就系、是、有一个咧期待，因为咧就系、是、如果佢派得钱多嘅话咧，根本香港政府已经冇能力。如果咧佢唔派嘅话咧，咁香港人又会嬲，咁所以佢咧可能咧陈茂波只会咧就系、是、讲一个好闷嘅财政预算当中咧少少嘅，因为咁啊已经完。咁呢一个泥色嘅系唔系代表一个咧就系、是、蓬勃嘅生机？有泥喺度咧冇水咧，结果泥咧就会龟裂，咁咧就系、是、都系咧就系、是、窝火啦。咁我反而觉得陈茂波要谂点样可以咧令到香港人咧系有一个咧援助同埋救助香港人。在经济上面呢是疫情之后经济复苏的一个呢良好方法。但似乎呢香港政府呢不要说只是抗疫，所有范畴呢都是一头糊涂。那就是不对陈茂波的财政预算案呢是寄予厚望。即是刚才讲到即是疫情方面大陆那边过来帮手在隔离措施。又派了一些专家过来，现在就视察紧，又说要派检测人员、抗疫物资要来到香港，这些都始终是暂时解决不到市民现在当下最具体的问题。就好像正如潘生刚刚讲的，如果我咳嗽的话，我咳的话，市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现在就是暂时就是照着之前的方法，天寒地冻，我都要排队检测住先，检测都不知道几时要结果，所以现在整个的抗疫的措施呢就其实好像离地啊，离地离地。
即系话好简单啦，冇办法禁止疫情嘅。呢、這个措施咧系禁唔到疫情嘅，个疫情会继续升。所以咧就系而家咧初步确实咧已经升到10,000宗水平噶啦。咁就今日就系政府讲嘅，唔系咧作出嚟嘅。咁咧由咧几千宗，由2,000宗去到3,000，3,000去到5,000，咗初步确诊。咁咧就而家去到咧就甚至系5位数字啦。咁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冇办法去制止而家嘅一个互相传染咧，个数字只会不断咁上升嘅。嗯，咁全民检测嚟又有啲咩嘢成效咧？嗱，如果全民检测，你真系话咧个按个个数字咧检测出嚟嗰个确诊数字唔系咁多嘅，咁咧就揾咗一啲确诊人出嚟咧隔离去医治系 O K 嘅。但系而家问题唔系嘛，而家问题咧就系你全民检测之后咧，发觉咧。可能好多好多好多人確診咗，根本你點樣呢？你係咪抽佢出嚟醫呢？點樣抽呢？如果講緊呢個數字係幾萬人到十幾二十萬人，咁點處理呢？係只能夠呢好似睇佢呢就係自生自滅咁樣，等個病毒自己呢係傳染到呢夠啦，咁個個呢都有抗體啦，好返啦，咁呢先至可以停。咁呢一個就可能呢要講緊好長時間，可能幾個月時間。咁而香港政府點解呢在这方面不做多些指引，不做多些信息给香港人，或者就是尽快找一些隔离中心出来呢？那这个就是令人诧异的。因为就是现在邮轮有两艘就准备拍卖邮轮都停在香港 的地方。那会不会我们其实征用邮轮酒店发展商会肯给的？那我不理它价钱全都不问你是不是1,600元。那你不如直接快快脆脆用了酒店先。那就起码可以就令到人可以隔离，减少个传染，也都减少个疫情。尽快到高峰跟住就回落。那这件事就好了。那就是至于我们需不需要吃的中药啊，那些都不是一个主力的问题。个主要问题呢都不需要呢，就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快快脆脆做强制检测呢？这个都不是主力问题。而主力问题是怎样禁住个疫情，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直接紧急措施呢是禁停个疫情，或者禁到疫情呢是尽快到高峰而向下落，是没有这样的措施做到出来，说服不到香港人。嗯，我见到我哋有啲朋友留言讲20,000嘅公务员减薪25%啦，系啊，公务员减薪啊，我嗰啲高官减薪先。嗯，系啦系啦。佢哋我系啊，香港市民冇钱派，冇糖派，你哋减薪派啲俾我哋啦，大佬。系。最简单讲咧，就系高官啊，唔好出粮住啊，个疫情完咗先出粮啦。我哋出粮俾佢做乜啫？佢都唔系做紧嘢嘅，直头躺平晒啲高官喺度。你做嘢都帮唔到香港人，你粗粮嚟做吗？而家香港市民有啲手甜口甜，而家生活咁艰难，真系离谱。唔理佢哋噶，完全提都唔提噶，好多人手甜口甜，佢唔理嘅直头。或者咧，甚至咧，而家政府要开强制检测中心又好，开采样中心又好，乜都好啦。咁系咪要人帮手先？咁你系咪应该咧，就系问一问香港人，你可唔可以咧，有人有资历去做到嗰份工作？咁咧就招香港人去做，令到香港人咧喺个过程里边咧，本身失业嘅人或者唔够工开人咧，都揾到嗰份工作啊嘛。而家冇噶，完全唔理噶，即系香港人有事咧，就系、是、全部自己死得你死你贱，自生自灭。咁而咧，中国同大陆之即系香港同大陆之间咧，即系官方之间嘅沟通咧，佢哋擦晒鞋咁样啦。咁咧跟住咧，邱腾华咧都唔避嫌啦。那个货车咧，直头咧就成个广告牌嚟嘅，佢照喺货车面前出现，照喺货车面前讲嘢。咁一啲咧就某个程度上咧，好似咧香港政府官员咧，净系识得擦鞋，净系识得咧就系做啲花招，就完全唔识得做实务咁样啦。呢个时候似乎对中国嗰边有一个好大嘅宣传效果喎，即系敲锣打鼓宣传，我而家打够香港啦咁。感觉又品牌自己宣传都好大噶，即系你边有可能咧？嚟以往香港政府咧。是就算你捐物资嚟呢，是冇可能咁样俾你呢一个大广告连喺个车度。即係冇可能官员会喺佢面前影相。咁但而家唔系咁囉。即係呢个令人呢觉得呢香港真系沉沦。係90个立法会议员就多谢中央政府嘛。不而家其实我哋时间都差唔多，我唔知占用你多啲时间，我答唔到觉得唔好意思啦。咁而家呢个时候你觉得特首跑马仔嗰、那个气氛嗰、那个味道嗰、那个发展系点啊？可唔可以简单讲少少？冇，如果冇咁辛苦嘅话啦。好快讲埋啦，咁啊，一般人觉得咧就系而家咧延后咗啦，去到5月8日先选。一般人觉得咧暂时调停咗噶啦，即系丢低咗噶啦。其实唔系嘅，反而咧就系而家几明显咧，5月8日选咧，林郑基本上系冇得连任噶啦。
咁即係话呢林郑都唔使选咁就係啦。咁亦都即係话呢而家建制派当中嘅唔同势力呢反而角力緊呢就係摆自己候选人出嚟，希望自己候选人呢係能够入到闸甚至成功。咁反而比之前呢个情况呢仲要恶劣少少。因为之前呢好多建制派认为林郑系一定可以连任，出嚟选就多余嘅。但而家似乎呢佢哋会觉得林郑连任机会好渺茫。咁反而呢 ,5 月8号系佢哋可以部署一个新人去选嘅一个原因嘅可能性。咁所以呢喺可能喺建制派内部呢系更加呢就系集中精神呢去喺呢个零月里面呢去点样搵一个候选人，拱一个候选人，包装个候选人出嚟呢去选特首。咁所以呢佢哋可能呢即系你话表面上去多谢抗疫或参全民抗疫啦。实际上呢佢哋系而家更加呢系更加多呢聚集呢或者更加多嘅资源呢喺度煲緊呢个特首选举。好啦，我哋今日嘅呢一段采访到此为止啦，潘生，多谢你啊，拜拜。